大家好，我是阿杜，我现在是在三一太原。我们等一下要去的地方呢，它就是这个太原的天龙山景区。我们现在是在太原景区必走的一个网路，非常漂亮这里。它这里呢是专门为这个进这个天龙山景区所修的一个网红桥，是从这个山脚下直到上到这个山顶。哇，景色非常的好。能看见桥的真漂亮，可以看到，漂亮。很多人来这个天龙山景区呢，他是为了专门走这个网红桥。哇！它整个桥呢，也就是上山的一个山路。景色也非常的好，没这么多人，很多人说，上面等的嘛，留个电话人家走，谁愿意走？我们呢，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天龙山景区，这里是走了一段的这个盘山路，中间路过这个网红桥，它这一处的山路景色非常好，很多人呢是来这里是专门走这个山路和网红桥，它从这个山脚下是有公交上来的。它的公交呢是5元钱，大概是走一个多小时。我们呢是从拼车过来的，一个人是10元钱，大概走了是不到半个小时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山西太原来天龙山一个网红桥的视频。好，我们下个视频开始去看石窟。哇，这里景色非常的棒。